到来到温馨的现场来看，河滨新庄国小欢喜迎接百年校庆，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。其中哦，上届让人期待就是这个青光晚会，新庄学子轮番来到舞台顶，展现学习多元才的成果。另外，新庄国小这处校友前法务部长叶金峰嘛特别出席晚会，这回来庆祝母校的百岁生日。河滨新庄国小今年创校一百年，校方举办一连串庆祝活动。其中受受到家长和学生期待的，就是星光晚会活动，由学生轮流上台，展现多元才的成果。我们新庄国小从民国十二年成立到现在，今年度刚刚好满一百年。那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筹备委员会，还有我们的家长会全力的支持，啊，办理我们这次一百周年校庆的庆祝活动。我们在昨天顺利的完成所有运动会的各项比赛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我们第二个重头戏，也就是星光晚会。那我们这里特别感谢了我们很多的孩子。有很多的才艺表演以外，更感谢我们的荣誉会长叶冠成先生，他们贤康力跟我们的王一鸣会长会为我们做一些精彩的一个表演。高兴今天来参加新庄国小的一个星光晚会啊，非常高兴可以看到我们新庄国小的小朋友啊，多才多姿啊，每个人都很欢乐的表演。那冠成跟凤英今天也在我们星光晚会特别来准备两首歌曲。啊，来要来庆祝我们的星光才艺晚会的一个大会圆满成功，以及我们校庆。除了学生的表演，百年校庆筹备会副主委洪阿宝也特别安排歌唱表演来斗阵东欢。我以新庄国小为代表，代表感谢各位。前法务部部长叶金峰被颁发新庄国小杰出校友，也特别登来到母校参加星光晚会活动。肯定校方办学用心，期盼在这个优质的教学环境当中，会当培养出更加侪优秀校友。多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。